要不要政府？要不要政府？司法滥诉！司法滥诉！好，因为我们发现，在这场抗议行动当中，其实一方面我们是凸显了我们的诉求，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公共危险的事宜。另外一方面，这个案子其实在一审的时候就已经判无罪了。就是所有人都无罪，而在一审的判决书里面，法官也很明确地指出，这个是我们现代民主社会里面，我们收贿员的行动是为了要凸显诉求，而且也凸显了国家对于我们约聘部，对于我们临时人员这些制度上面的不周，没有照顾的结果，所以才有这样的抗议行动。所以其实在一审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其实就已经看到法官已经用一个比较开明而且是比较正当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这样的抗议的成型的行为。可是我们看到一直到现在2017年政党轮替了那高审检察署还是仍然不放过我们这些抗议者，仍然要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罪名继续上诉到二审，这是我们非常不了解的。我们已经是一再的被挑掉了，但是我相信我们仍然会坚持下去。尤其一群可爱的收费员跟我们走了整整三年多的仗，面对未来到底怎么样，我还不清楚。但是我相信，社会的力量会更多愿意支持他。大家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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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林万益签下的协议书也经过了一年了，到现在还在跳票，还没有执行下去。所以你看得到这个政府面对约聘部是这样对待的，把工人刚领几块用完就丢掉了，他没有退休金，没有质检费。这个抗争是凸显了国家在聘部的制度上是有严重的问题。可是我们经过那么长的抗争，而且经过我们在613上的国道，才真正逼出了政府去面对这个事情。今天我没有上国道抗争，没有两次上国道抗争，没有是第三次上国道抗争，不会有任何人愿意站出来跟我们谈一下，跟我们面对台湾的约聘部的这些工人到底怎么样做了一辈子，做到要退休的时候告诉他没有年资，没有退休金，没有质检费。我相信我们今天从地院开始，在桃园我们也有一次上国道，但是那次是大家也判无罪，甚至连起诉都没有起诉。这回在台北新北市地院我们被判无罪，一审判无罪可是我们二审又被拿到这里。当然法官的态度是非常非常恶劣，他认为我们那样子就是一个公共危险的罪名，而且是会造成高速公路的危险。我相信我们在这过程中是一个和平的抗争，我们在这过程中是只是凸显了台湾的雇佣制度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站出来是面对是这样子的司法打压。当然我们希望当假如今天是被判有罪的时候，因为我算是手模，万一被判有罪的话，我还是会坚持走进监狱里面，我面对这样的承担是我们该承担的，只是凸显国家面对人民，面对他所冤用的人，雇佣关系的人，竟然是这样的对待，我们只是凸显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当然希望司法是给一个公道，司法是要面对我们是一个和平的抗争者，都应该保护这些弱势的工人，而且这些是非常在台湾最弱势的工人。就算这个案子刚刚马英说了，不管他判有罪无罪，我们认为司法没有权利判决任何的工人有罪，因为对不起工人就是这个政府，就是这个国家。请注意，国道收费的资方是政府，它不是一个民间的资方。但是最后司法跟政府就会联合起来打压他们。好，我们喊一下新的口号：跳票政府，跳票政府，司法滥诉，司法滥诉，跳票政府，跳票政府，司法滥诉，司法滥诉。好，谢谢。好。那我们等一下10点是在10点在第三庭听宣判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政府
不去好好检讨为什么他要滥用这样的约聘雇制度，让这样子工作二三十年的国道收费员没有办法获得一个正常劳基法的保障。如果这个政府还是要用蛮憨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些收费员甚至是答应过承诺都跳票，那我们想接下来这个司法的结果不管如何都不会打倒你的信心。像一审的一样，尽管我们法院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合法的行为就是完全没有违反公共危险罪可是我们看到一审的时候检方还是上诉，那现在二审这样的结果检方到底会不会上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用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告诉我们的检察单位不要再做政府打手了，现在两审的法院都已经给你打脸了，如果说你还是继续上诉三审只是浪费司法资源而已所以今天还没有结束，还不是一个结束我们在这边呼吁我们的检察组不要再我们的检方不要再继续过去用告的方式来去打压社运的人员我们今天这个司法的诉讼其实只是我们整个国道收费员案子里面其中一个部分而已，接下来我们回归到我们真正的战场我们回归到我们真正的战场就是我们目前为止国道收费员案就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报告的现在迟迟都没有进展，我们的政府上任之前就说要针对我们这个案子要去做专案处理可是这个专案了一年多，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办法按照当时的承诺去给我们国道收费员有一个就是平反的机会所以说我们这今天司法只是证明我们的抗议是正当的，接下来我们更要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案子其实政府应该要马上来处理马上来解决。跳票政府，跳票政府，司法滥处，司法滥处，跳票政府，跳票政府，司法滥处，司